OK，网络延迟的问题终于解决了。我原本要玩，结果一直断。好，那这个手游呢？不知道我在讲，哎，又来了，在通信中。哎，好了耶！天哪，这问题好严重哦。官方呢？哎，说真的，我刚才卡超久的。捐装备吗？为什么现在都要 lag 这么久啊？我觉得现在网络不太好，先赶快讲重点比较快吧。绿历史，哎，这乱掉了。时刻是这个是十分克时，那技能在这里。我睡。真的就好漂亮。你这边就一直挂下去。我终于给你们了吗？然后，欸，这角色到底可以换啊？抽奖的东西在哪里？哇塞，这次该不会又是全新的角色吧？欸，很像是欸。哇塞，又出新角了。对对啊，新角好像都会放在上面。阿修罗，有点猛欸。他们都没有人反应，刚才有连线中断的问题啊！你看，是 Big Chinese， 但是他应该可以看别人的角色。有，这就是上一集讲的东西吧？我觉得装备比较重要。